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瑜伽1665的查克，然后今天给大家录一首神曲，是瑜伽主题曲，然后呢叫《院龙门》。这首歌也是由我自己作词、作曲、编曲以及后期制作，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如果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点直播通知，可以给我转发一下我的神曲，点点赞、评论一下，谢谢你们。有一种吸引力在这里我们相遇，有一种凝聚力让我们成为了兄弟。哦，今生今世不能忘记，无论狂风暴雨，每一次面对难题，我们同舟共济，联手撑起这片天地。是你们给我的勇气，回头看这一路走来，最初的那一片空白，在这里慢慢添上色彩。与月楼门过门，看到最美好的未来，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代。在我身旁，那是心中的梦想，我们互相担当，就像一家人，一双双的肩膀，一起扛起属于我们的辉煌。天有多大，任凭我们飞翔，终有一天闪亮登场，占满微光。如果太多的遗憾，不要再次失望，前面太多的路还有坚强闯荡，铭记那些欢笑都有你们分享，即使再多的痛苦也留那同当，时时刻刻我们要坚定信仰，瑜伽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场，勇志自强，人生的主场，我们无所畏惧，谁也能够阻挡。每一次面对难题，我们同舟共济，联手撑起这片天地。哦，是你们给我的勇气，回头看这一路走来，最初的那一片空白，在这里慢慢添上色彩。月落门过门，看到最美好的未来，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代。前方。